所以这一个跟我们这一面，那一个合作，跟我们的配合有相当的关系。我在这里很盼望弟兄姊妹，今天上午能够非常的清楚，主啊，在我们人生的路上，你碰到了我，我也碰到了你，你进到我的里面。 我很盼望，我跟你之间那个关系，那个所经历的，是真是越过越新鲜，越过越亲密，越过越清楚，就是让你活在我的里面。保罗，他能够经历基督。 活在他的里面，就因为他对主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配合。表面看，当这位主向他显现的时候，哇，他整个人好像崩溃了一样，他就发现，他真像主所说的，他是像啊一个马。 那个牛用脚来踢刺，他是逼迫的。他说：“认为啊，那一个顶撞这位神的，其实就是神的自己。”我想，当他眼睛瞎了以后，他这整个人里头翻了个个儿。他说不定你整个人倒在神面前，向神。 所以，当亚拿尼亚被主差遣要到保罗那里去的时候，神就给亚拿尼亚看到一个异象，说这一个少年人，这个扫罗啊，他在那里祷告，他没有吃三天的时间，没有吃，没有睡，就在那里祷告。 当他碰到这位主，他整个人